Hello，小伙伴，大家好，这里是换藏的魔法视频。这次由我们来带领大家小试一把吧。我这里有许多的魔方，我们来还原一下吧。先打开 BGM，找找我的，UP 主的三姐也不是很好啊。最快的这个手机最快的单词是24秒62。在另一块手机上的话，应该是我记得是20秒41了，差一点就可以进 SUB20 了呀。先来介绍一下吧。三阶魔方，先打乱吧。这是江干员的。圣手4阶。然后再是圣手镜面儿，闪瞎眼睛。再是5阶。这魔方都不是非常的好用啊。先打乱，打乱了，再还原。然后再是 SQ1 Square 1。说实话，这个我学了大概是一下午才学会的。四阶魔方和五阶魔方，四阶我用了一节课，五阶魔方用了2节课，我记着。唯独这个魔方，我用了整整一下午。打乱也不好打乱，经常卡。再就是五魔方。大概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的吧。好了，都打乱了之后，我们从第一阶开始排序吧。按照简易的难度来排，应该是这样。那我们从头开始吧。由于 CFOP 还学的不是很长时间呀，所以手还是比较生的。29秒，然后再用干来玩一下。还是手生来这一段时间。再是镜面。是否会再回来？
一分半将近，然后四节，成绩好烂呀。哎呀，啊，破了茧，两分半多一点呀，再就是五阶魔方了。垃圾的一笔呀，
てなくて眠れない突然の雨ぬかるんだあの靴は瞬きする君の世界をじっと受け止めている君のリアル僕の視線どこか違うとしてもあのくたびれた T シャツ見てあれ你到哪里了扭错了公式啊乱了一些呀果然是手生了呀好长时间没玩了好累呀、啊！来，五魔方。家里人回家了Thank you.
泣けるよ、好き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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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随便玩，就在这儿拿回来，拿上回来。所以等会儿。